是吧？你怎么来了？啊？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我在附近办点事，刚好今天天气太冷了，来蹭杯热水喝。真不巧，水没了，空调也坏了。那怎么不找人来修？我找了，他们说最近降温，维修的人太多了，最快要明天早上才能过来。那你干脆闭店好了，反正现在也没有人，还是我们去吃火锅，走。耽误没事吧？赶紧走吧，这儿太冷了。等我一下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暖和？这也太夸张了，我都有点出汗了。那刚好，我准备了这个东西，给你降降温。雪糕？你怎么买了这么多呀？你看看有没有你喜欢吃的。有啊，这个，现在还有啊。我小时候最爱吃这个了，叫娃娃头。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个？嗯，还和小时候的味道一样，真好。它很像我小时候吃的一款雪糕。是啊，真好。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有个愿望，就是能拿雪糕当饭吃。你试过吗？结果呢？肠胃炎，住院2天。嗯，今天什么脑回路啊？烤着火吃雪糕。其实我也是第一次这样做。哦。